亮剑了！我天哪！没了，我掉水里面了，我去！真的？这确实，我看我发现没有，就是开车的人一般摘的都是特别的轻，而后边的那个都后边那个人每次都是最惨的。我哎，这个牛逼！直接补了，对，还有一个，补了。哎呀！我相信你，大哥，我相信你，你就给他补了。补了他呀！你啥？还是要 EVC 的人？他也不放这个人头。哎，牛逼！我操，一v四，哎。